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今天呢，由我和刘晓光老师来为大家讲解第五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决赛。决赛的对阵双方呢，分别是十月九段和范廷钰九段。好，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来把这盘棋呢，摆一下。我们开始好吧。好。对，这盘棋呢是由十月执黑先行的，然后范廷钰执白啊。他想了一小目，对对，这样呢他是这样走的。是这个布局呢是比较常见的，在近些年这个是多次采用过。对，走在这里。是，然后呢？它是跳高的，跳高的，是的，这样，分头，这是常见，这刚才低的、高的，这个都是有的啊。但这个呢，就是说像这个棋呢，比较凶，一般呢，过去走过这样的棋，这是比较大家最常见这样的布阵。是的，是的。那么现在走这个，十月走在这里，这个比较强悍，它是围这个大空，但是我觉得围空不容易，一般采用这样布局围空不容易挂角，黑棋马上就打入了，现在打入，这个比较厉害，那刘老师，如果说黑棋下的普通一点，是不是可以考虑硬一个，比如说这样，硬一个飞一个飞一个，这个棋呢，要说它是飞这个也是有的，还有。挖粘这个也是有的。挖粘。挖粘也有。那么黑棋就打吃。对对对。补一个吗？对对对，补一个，大概是这样。然后呢，白棋这个棋可能补一个吧。对，要不然是不是还是担心？还是担心打入。人家要打入啊，在这儿。这是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布阵。没错。这是正常的进行。正常进行。说现在直接打入，不给他喘息呢？这个棋，他是如果你从这面走啊，我想他可能会这样跳起来往那边走，或者是压这个，是吧？主要现在白棋这个断点直接断他的话，黑棋也不是很怕吧？黑棋有可能给你作战，长一个是吧？有可能来不及。那么现在呢，白棋跳在这里，这个时候呢，黑棋直接来走的这个压也是很强啊，这个很强，对，让你这个挖都来不及了，那白棋假如说度过他单顶怎么样呢？单顶我想是会这个，搬过吧，搬过，对，是的，这样的棋当然是黑棋的目的就是这样，是的，那么实战等于是他拖一个，他单拖，一样拖一个，那么这个棋黑棋也是退，嗯，然后呢，白棋这个时候不放在这里，放在那里顶一个。可能弹性更好一点他觉得这样更好，这样更好，然后黑棋小飞，这是普通的招数，正常的进行，一般是要往这里小飞，黑棋小飞，白棋仍然是小飞，对，这进角，这是进行，这个是比较正常，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飞也是很相当大，对，是吧？这是普招，普普通通，这个下法普普通通。作为白棋来说，他只要自己求稳，不需要太非要冒进，只要稳当扎实的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棋是黑棋分头，对，分头这边，因为这边走的大棋都差不多，该往这边走了。那边是比较宽广的地方。是的。那么白棋呢，如果说觉得这两个子没好的话，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儿？那么他就尖一个。尖一个，也不是很怕。对，就是说这样呢，黑棋也就这样放着。你走这面，我走这，你尖呢我就拆，大概就会成为这样。那你现在可不能走这，现在走这个被白棋走在这面呢就大了。白棋会往这面走。占住大场了。对，白棋。所以现在分头是当务之急。是的。白棋从这边走，对，这个一般是这个高位的话会从这边走，低位的话那就不见得非要走这边，高位是要往这边，对，如果不走这个被黑棋逼过来的话太舒服了，黑棋逼过来，对，这个你看这个位置它都在下面，你这个
白棋伏在上面，对于手不好，嗯，有受攻的嫌疑，这是白棋忌讳的。对，所以白棋在这个地方，拆二，拆逼住他。哎，对，嗯，然后黑棋拆三，对，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进行。嗯，你走这个，它必然是挂角。是的。那么，白棋小尖正常，嗯，非常，这是普招正常。嗯，稳稳当当的走普招。哎，黑棋拆了一个，黑棋拆一个。那么黑棋拆这个之后，是不是当初想到这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先逼掉它会好一点呢？假如说交换掉会不会好一点，对吧？是。这是一个，嗯，也是一个选择，这可以的。啊，这个走一个，走一个，他也许或者怕你走不上，他也有可能走这个。现在走不着。哎，有可能，哦，有可能。因为在这能走着是不错的。白棋现在走的话，因为他不是绝仙，你再走一个，你就说。黑棋这两个子吃了，那谁也不相信。现在不见得吃，你走这个，他爬一个，对，然后他还能拖，还没有死掉，对，哎，这个也不见得能完全的先手，嗯，所以如果能走着，当然更好；走不着呢，他就干脆就他就不走了，走一个这个，他然后黑棋抢在这个位置，没错。那么白棋逼住他，对，也是个好点，嗯，因为不走被相。被黑棋走在这里是个好位置，是的，是的，好位置。所以呢，这个也是双方抢的一个很好的位置。嗯，这面呢就放着大家不走。嗯，白棋呢，他胸有成竹，大家慢慢的进行。作为白棋来说，这一般的策略都是这样，因为他贴七目半，嗯，所以呢要前面稳得住。嗯，不要太着急要打入这样的布置呢，看着很凶，但是你不要马上进来，嗯，马上进来，对，并不好。嗯。现在这白也是白棋的策略啊，他是走的实战，他跳一个黑棋跳起来了，扩张黑棋来走这个，嗯，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选择是直接点三三，嗯，这个点三三呢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实惠的一步棋，那就拐大概是会走这个，大概是这样，并形成这样，然后呢白棋估计会走在这里，这样呢你就是我估计黑棋也担心这个尖冲，嗯，这样呢可能会这样。藏起来吗？对，藏起来。嗯，哦，他贴一个，大概可能是这样。这样呢，就是说，你觉得黑棋好还是选择哪个？然后黑棋跳好呢，点三三好呢，这至少是一个选择。对，不清楚到底谁好一些。对，嗯，如果这样呢，就是说黑棋攻借攻这三个呢，嗯，这个发挥点作用，这个后势啊，这不失为一种可以的选择。对。这个间隔呢也差不多。我如果黑棋下黑棋，我有可能考虑这个，但是呢，黑棋是直接来守控，这个一般围这样的控啊比较难，围这个控啊是比较难的。这个控啊，看着很凶，但实际上啊，这个围法呢，就是说因为马自己强行不是借攻而围，这样的自动自己围啊，往往是最后的结果。不好围，因为太强行了。这武功流是比较喜欢围的啊。的先打入，对，嗯，就看着这个棋啊，这个棋的下法就觉得很酷似他们两个人棋风啊。因为十月呢是以力量大而著称的，我们现在称之它为场均一条龙，就是每场他都吃人家一条龙。这在顶尖高手的棋，就其实对局当中是很少见到的，啊，喜欢吃龙。对，但范廷钰呢，他就是很稳扎稳打，他非常酷爱实地啊。那么他喜欢实地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先把该捞的地全部捞到，然后该打的打入了，对，最后他才考虑你这个模样让你围多少，他应该削到哪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体现两个人的棋风风格不同，确实是，啊，对，嗯，范廷钰是比较喜欢稳的，这个我也是从武家，啊，很了解是吧，看他们的棋啊，也是有这体会，他不着急，嗯，先把自己都守住啊，这般布局也是这样，他先稳稳当当的都把位置站好，嗯，这里面呢你的空呢还不着急让你来围，下面呢那就是看他怎么样来破空，这个是他的关键，嗯，先打入，打入你的处理，这个处理呢黑棋拖一个，拖一个，对，这是常见的手段，搬下来断一个，对，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那么黑棋拖呢，为了要，嗯，拖下面是为了走上面，是的，给白棋一点实地，这个位置也很好，嗯，这个如果不走被白棋大概是要
这个点一个刺啊是很要命的，因为点完刺了之后啊，你这个棋马上被他就这样的进攻了，你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棋。嗯。哎，全局覆盖，活不活不说，你非常危险。没错。哎，这个说这一招棋呢是必然的，要走。很重要。很重要。哎，走了这一招呢，你就没有这个点，点呢他就会冲过来，对吧？对，你这样呢就不怕了，这样而这样断就不可怕，是吧？这个断肯定黑棋不怕一战，所以这个是个好点，常用的好点。是的，那是必然的。现在呢，白棋都不着急，现在马上进，而是直接的在这里跳补。刚才我所担心的说是这个特别大，点三三，这是非常大的诱人的一招棋，哎。所以我们就看到所有的这个棋盘上，除了这个黑棋这块空以外，其他白棋能占的空，他都把它占了。对，哎，这个是也是高手，看着你怎么围，哎，看着大，但是不好围。我们是的，后面呢就能够看出他们的这个精彩之处啊，怎么来破这个空。这招棋先占好位置，先占了特别大的一招棋，然后看黑棋怎么来围。黑棋大飞了一个。啊、对，大飞。对。这个大飞呢是。也是担心呢，如果你走这面，走这个当然很大，他可能啊先在这里先拖一拖，先试一试你怎么走，哎，假如说他要外搬的话，哎，大概、这个、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就觉得很容易活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棋，先走一走之后呢，哎，不知道我长哪边长，对，你可能立一个之类的，我得杀你，就应该杀，然后呢他可能是比如说打入或者碰一个，他是这一类的棋。对，哎，他看看你怎么应完之后，你要走在这儿，走在这儿呢，他有可能以后，比如说这个棋，对，这个点好像已经出现了。如果在这儿呢，那么好，他有可能，比如说，在这里走一个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拖线手有种种的利用，对，大概会这样棋，哎，好像就觉得黑棋跳起来之后，这块空虽然是。看起来挺大的、哎，但是也就是这一方地了，别的地方就没有木了。你看，这哪还有木？这是一块孤棋，这个地方还没围住，这儿呢又被人家凿进来了。凿进来之后，这颗子还有点孤棋的意思。目标明确，就是说我要破这个空。那、你围呢就有限的，就这么多。这样呢，反而是你比如说这一类的可能最强了，是吧？这他，但是他有这种棋，是吧？哎。这种棋拖哎，他这个给你冲断了的，他这退都先手，哎，这样作战白棋反正是我就只破你一块空就可以了。是的，哎，就觉得对这个样子的话，对这一类的这个怎么办？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对，是吧？比较复杂，哎，这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那么黑棋最后选择的是哪呢？是在这个地方围，那么这样围呢，他也有办法。他是走的什么？哎，我们看看。他先走这儿。对，这招棋是比较好。先一个引子，看你怎么应。试一下应手。试一个应手。那么黑棋如果说要想分段他，那全打上去。如果走这个，他必然是走在这个地方。这一拖。对。这一拖。这个三三一拖呢，就眼见的就很有可能出棋，就由在这个里面呢，让你来硬吃的话，很辛苦。嗯。黑棋就比较辛苦。假如说黑棋搬外面。对他，大概是这个。因为有了这两个和刚才就不同了。对，他大致上也就只有这个，这已经大概是这样了。对，这已经是让人家活棋的节奏了。就对，那比较麻烦。那要这样，他还有一个手筋。哦，那这又你大脚就麻烦了，是吧？是的。他所以在这里面折腾，你总是很累。你不管走这个，他我就得挡一挡。你走，因为有了他的借用呢，这个拖是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对。哎，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棋形啊、哦，这个实战当中非常容易见到。对，就是说你套人家空的时候呢，这里有个接应的子，三三一拖，这小木基本上人家是吃不掉你的，不好吃啊。哎，只要有一个借用就行。对，是的。哎，那么现在他点的时候，是个好棋。哎，那么怎么来？黑棋挡在上面。对，其实挡这个呢，你要是这样，他是不肯的，还哎是吧？他现在是再拖一个。这个就是哎，对，这个时候你走在这里，比这个更好一点，还要拖一个。对，他再拖在这儿呢，其实这个黑棋这个挡呢，已经算就是说这个子我就让你连回去算了。
对。但是这个脚呢，我肯定是要护住了。你要再进脚，那我就不客气。那拼命要吃命，再拼命要吃命。这再让你进脚，太说不过去了，这实在是。所以黑棋看时代搬在这里，他不可能是这样搬了断或者退，这都被搬都不好。他是一定要吃了，因为走的子太多了。是的。哎，如果再退让他心里不甘了。嗯。然后白棋尝一个。这个肠呢不一定非要活，嗯，也不见得就能活，嗯，但是呢它这个肠完之后它后面有利用，嗯，先看看你有没有胆量吃我，它肠在这个，对，你是肠在这里吃，是一般都是这样，如果你沾上那么它会走在这里，这好像不太容易吃，就它有可能活的概率很高，它走在这里，然后它先试一个硬手，拐一个看看黑棋到底这个地方是顶这个呢还是顶这个，对，这两步还是区别挺大的，有区别，因为你顶在这儿呢，接下来人家这个是先手，对对对对，啊，这就差很多了，对，就多了这个子的帮忙出头啊做眼，这对，这里有立一个先手是吧，是这段它有立，那它有可能先走在这里，嗯，对，因为这里有尖有托它就活了，如果你走这个，嗯，大概是就断一个先手，然后它大走一个吧，走不管走哪个，他这个也兼有先手，嗯，是吧？这好像不太容易这就有可能活了，他再往前走走，啊，你这个立完之后还有问题呢，这上面还有个段，对对 对, 对，可能吃在这里更狠，这里这儿是，对对对，这里不知道应该吃这里哪好，这里但是这里面也有点利用，尝完这个地方有点利用，但是这个吃法呢，就是说黑棋就很难吃干净。哦，我知道了，刘老师，他是不是走在这儿好一点？哦，这里更好，对对对对对，这里好。反正您立一个，你也连不上。对，我挡住您搬一个，我就挖。对对对对对对，他最多是这个有个什么，以后有刺，这更好，这个好，这个好一些，这个好，这个好。但是这样也是不容易吃掉白棋，不管怎么说。是啊，不管你这吃到哪里，对，这人家活了的话，黑棋整个基本控全被破光了。对，你想你经营半天，如果被他活，你的心情怎么办？这个受不了，被他这么。半天还被他活下来，这个是不肯忍受的，他这个还可以慢一点走是吧，对，直接就这样走，这个不可以，就所以呢他拼命的要吃，他是顶在这里最大限度的走在这里，走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下面呢你首先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爬不回去，对，爬回去人家一断打你就死了，对，这是不行的，啊，你只能上面打，只能从这儿打，对，白棋是，那么他接上，对，你打下来不行，被拐死了，只能连回去，不管怎么连，对对对，他爬一个他是活的，他的脚，本身是活的，是的，他一立就活了，他也可能走在这边，他拐这个，或者拐在这面，嗯，对对对，立这个也是活的，立这个也是活的，他可能就收气就行，对，嗯，收气就可以，嗯，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他本身是活的，然后直接收气也可以，对，哎，所以他黑棋顶这个呢是摆出一副。我一定要把你杀掉，不给他断利用呢，他觉得有一个断呢他借助他活，然后有一个顶呢你活起来稍微或者是你刚好活不成，你那个失败的概率很高，对，所以呢这个白棋也不敢贸然在这里出动，不敢走，这万一要死了损失还是挺惨重的，所以这棋先三思一下，这三个子呢反正搁在这里呢你也不是很着急，即使他死了你现在损失并不是很惨重，这个子还是可以拉回去，一断打一尖都先手拉回去，那么将来呢留作借用也不着急，因为白棋现在动出的话死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因为黑棋太厚了，人家摆出一副就是要吃你的架势，你不要迎头赶上，对对对对，这个有可能死，有可能死，就算尖了这个，对，这个棋两个眼呢，这个和刚才这个不同，这个非常，这个呢你在这个就有可能他就拼命吃你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白棋先搁置一下，对，然后他先打了这边，这个又是一个问硬手，有点像这个这几个都是硬手，这都是要请消对方打入的这种好手，这个地方看着是应该在这面，他反过来在这面，这个地方打入呢完全是你应手，这个地方是你应手呢，你首先你怎么应，对，挺头疼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他打了这个之后啊，这是横碰之类的，跳，对，跳，这都能出去，如果你单纯的吃我这颗子啊，比如说这个走这个走这个，哎，走这个，那我有可能就借用在这面，那就有可能这面，
这个好像火起来比刚才那个比刚才要容易一点，嗯，是也有点借用了，嗯，哎，有点借用。因为大家看到白棋这个挡的话是先手，对，假如大家要活这一打吃，对，你大接上啊一小尖，这局部现在不活了，有了这个挡之后，对对 对, 对，那他有这个挡的帮忙的话，这棋就好活了。那他就挡一个啊，是吧？挡一个他得补一个，哎，啊，那你就这个棋就再挡一个。这棋就有可能活，这看着不像能杀掉的样子，就有可能活，是吧？哎，嗯，这样呢，他就因为有这个借用，他就想先有个引子，先看你怎么来应我，嗯，你是在哪个方向走？对，如果你只是吃那面呢，我有可能弃子。对，哎，你总不能往回只是吃我这个，对，你的要怎么来应我这个子？嗯，黑棋小尖了一个在这儿，小尖这个，小尖这个呢？就是为了保住这面。刚才说，如果这么吃或者这么吃，他有可能在这儿用利用了之后呢，嗯，这面活的概率高，所以呢，他觉得不能这样，小尖，把这个牢牢的吃住，嗯，牢牢的吃住。但是呢，我这颗的目的呢，打入的目的得到，效果了。没错。嗯，这个小尖呢，就补这边来说，已经是补的最强的步伐了，就最撑了。嗯，补到这儿来了，你想他，那么这颗子呢，我显然也要对你造成一定的压力，不能让你随随便便跑出去或者一靠就连回去了，没那么容易啊。对，这个小尖一下，嗯，那么白棋呢，白棋这一带下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东一下西一下，但是呢，嗯，他都是在试对方的应手，白棋跳一个，哎，你这两个叫看似是亏的啊，嗯，但这个跳一个，又要问什么意思？假如说黑棋想吃它的话，是不是从外面罩着？如果这样，啊，他再试一下应手，你吃不吃？我就有点头疼。有点这样呢，你怎么吃我？我要吃的话，大概对，可能这一类的，我冲一个，啊，那我就这面呢，以后有一些利用了。嗯，你比如说，我这个又有可能利用了，啊，这里有可能利用了。这个又有可能出棋了，对，我都看您画一个，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对，这样就有可能出棋。嗯，哎，所以这个棋呢，它就是来试探对方的应手，这个一种策略，一种下法，这个让黑棋很难。黑棋这个呢，它不能这么吃，嗯，哎，它因为太厚了，干脆给你赶出去。对，你往外跳跳两个，这个因为太厚了。假如说白棋这样跳的话，黑棋是不是您看可以刺一下？哎，对，接上，对，然后罩住它，罩住了，这个越死越多，这样是把黑棋的希望，嗯，哎，这样就越死越多，这个就没问题，嗯，就活不了。你挡我就算立一个也可以，对，这个就活不了了。这局部肯定是做不活，哎，对，外面没路，跑不了。对，因为你太长了，这个我再长一个，对。了不起，我再尝一个，再这都没问题，再尝一个也可以。再冲我就再挡住。哎，这可以，这可以，嗯，行。对对对，是这样的话，就白棋就完全失败了。嗯嗯，就被吃死了。没错。所以白棋要小心。这个就发挥了啊。所以白棋呢，这个棋啊，当他跳的时候，哎，他嗯，这两个交换之后呢，他也算利用了一下，最大限度的利用一下。嗯，然后他是走什么呢？这棋接下来白棋在这一带到底会怎么处理？他到底是跑还是不跑？他跑了又能怎么样？不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先留个悬念，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由十月对阵范廷钰的对局。那么刚才呢，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里，黑棋刚刚跳了一个，对，这几个子呢，刚才刘老师跟我，为大家摆了一个变化图，觉得跑实在是不太明智的，活是没有希望了，对，但是呢，他是弃。是的，是的，嗯，因为这本来就是黑棋的空，所以你要想开一点，不是说你进去的每一个子都得活出来，那样的话就会变得太辛苦了。那我们来看看范廷钰他是怎么选择的。对，现在就是弃子怎么弃的高明，弃的妥当。嗯，对，他是尖的，这个尖呢是应该是好手，嗯，因为他如果走这个呢，爬呢他被挖一个他不舒服。对，挖一个不舒服，这个只能补在这儿。如果补在这儿，它还有一个这个棋。哦，它还有搬下来。对了，这个棋呢，
就比较麻烦。这已经出奇了。对的，是，这就出奇了。嗯。而且它都不打结，你看这个就直接就。直接就死，这已经死掉了，杀死这个白棋了，已经死掉了。对，那所以呢，这个棋啊，嗯，它这个棋是单尖比较好，不，尖在这里，对，实战啊，小尖一个，这个棋形还挺尖。如果你还如法炮制的话，那么假如这样，假如这个，这样，对，这样，我们看啊，这样，接上，这个棋呢，正好是，你不管是走哪个，差一口气，对，刚刚好，都是。你四气他三气，嗯、这样都是说不管走哪个都是他，因为他少撞一气。嗯，为了防止刚才那个手段。没错。哎，那么好，那么所以说他这个尖是正确的。他尖在这儿，把自己先连坚实。对，坚实。这地方保证没有任何气。尖完之后呢，你要不走的话，他这么一挡，黑棋一立，这么一挡，这个棋啊，你有麻烦。对。哎，这个黑棋这个没有活，嗯，所以他是先手，所以黑棋补一个，嗯，这就白棋达到弃子的目的，嗯，然后这个地方干脆卖掉，他尝一个算了，哎，你既然没有火就尝掉，嗯，那么这个弃子就告一段落，他就不是要活，那我就弃子，因为你的投入太多了，那下面呢，全局该往哪个方向走呢？嗯，哎，这个白棋。就是说该转向别的地方了。嗯嗯，其实呢，这个棋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白棋这个刚才打入这个子啊，不是还没处理吗？嗯、对，这边不是已经弃掉了，得了一些实地了。嗯，那么这个子是不是接下来应该处理一下？对啊，这是普通比较正常的想法。这个嗯，通常是这地方有跨段，跨段之类的。但是呢，现在如果走的话，嗯、如果被黑棋落个先手，中央怕他成的大。因为他这个太厚实了，嗯，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地方中间走一个，我觉得是全局的要点。哦，先震一个，先震一个，先浅消一下。对，假如你飞一个，或者是靠，或者飞，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这交换之后，我再来这个再靠段，靠段，哎，这样呢，如此一交换呢，你缩小不少。嗯，那么。不像刚才，如果那样，你直接就把这儿撑到这个地方太大了。嗯，这样白棋就满意了。没错，嗯、是的。这样呢，你就压缩你，这样呢，我的空啊，你只是一块。嗯，我白棋多处加起来和你，计算呢就不会输给你。没错。嗯，所以我们破人家空的时候，很忌讳的一点就是把人家底下边角的破，终于破掉了，嗯、结果发现人家中间一张呢。比你破的底下的空大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他先震一个，震一个啊。那么黑棋想，你这个子既然不连回去，我就先把你这个子要求要吃掉。这个要吃掉，嗯。但是这个时候是有这个心情，我如果走这个走了半天，我再被你跨断，我撑了半天还没有你这个多，那太不合算了。我因为我的投入太大了，所以这个棋是相当大，而且他下一步是有瞄着这个加进来是有手段的，对。所以这个本身是官子很大的。嗯，哎，那么白棋继续贯彻它中央，你不是要吃我这个子吗？那我就把你中央的势力全给消掉。这个是好点。是的。有这个好点。嗯。因为黑棋直接的反击手段没有，你跨段的话被蒸死了。蒸死，对，被蒸死，对，这个正好那个子起作用了。对。这个不爽。这个棋呢，如果你只是尖段呢，这个形状太牵强。这个白棋是不是要长？哎，这个一般这样是不行。一般的手段，如果能跨段是要进攻是有利的。如果这样尖的太牵强是不容易吃着白棋，而且最后自己的形状很难看。嗯。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棋这直接手段没有。他又不肯这样说，跳一个。跳一个他觉得有点不肯。哦，如果跳一个是不是会被白棋比如说左眼对欺负一下，右眼是是然后再回一下，对对对，这有可能尝一个之类的。好，这个有可能再断一个啊。对，这个就被人家好像你越退缩吧，人家就越往前进。对，这个棋可能就这样就够了。对，这白棋下的顺风顺水，再走这个他有可能点我了。然后这个就差不多就稍微消一消就可以。嗯，那么这是白棋的参考图。嗯，
那黑棋不肯，这个被人家步步紧逼，显然不是好事儿。是的，他有点心情，觉得这样有可能输棋。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态发生变化。那么他走什么呢？这个有点狠，对，狠。不管怎么说，白棋这个还是很强。是不是？既然这个干脆就补在这里，是不是还是不小？感觉还是不小。这个白棋不会又生出什么事儿来吧？比如说飞一个。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这个是有可能。然后呢，你再拼。对呀、啊。比如说这一类的。刺一下是吧？给他拼命，这么来。这又是混战。混战，比较复杂。对。这一类的就想这么下，觉得这么不撑住的话，感觉有点太大。他是走在这儿，他震一个，他要求先要挟一下白棋。对，你不是一直吊我吗？那你自己的还没连好呢，我要求你先防回去，你看你怎么防，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防的问题。这个棋放在这儿好呢，放在这儿好呢，不知道。这个放在这个地方，总是想让白棋这么连回来。那这个棋他不会这么下，是如果连回来这样，那这是他或者这样，这个是白棋不能这么下的啊，白棋不会这么软弱，对，是的，所以白棋往这里一跳，先跳进来再说，这个把他的空跳把这个过去这个试探应手的一招棋都给连回来，使得黑棋的空啊都守不住了，对，把他空给没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是黑棋，如果吃不着白棋的话，那这个就你的策略、你的方针策略下法都不对了。刺一个，这个棋他希望你粘上，粘上。粘上的话，黑棋现在会，粘上的话，它有多种下，有可能这一类的战斗，也可能这个，反正看起来黑棋不像要防守的意思。这个粘呢，因为它没有多少空，对，就你既然走在这儿呢，它就不用。我倒觉得这个棋可能刺在这里差不多。刺在这边。刺这里，刺在这边，白棋好像也没有什么防守的方法。也好像要粘似的。应该要粘上。你再刺也好一点，或者是要我说干脆。就你来破我，我也破你得了。对。这种呢，就是说我反正是我也破你，你也破我，咱们互相破呢，心情也好。如果我跟着你走啊，这个棋你这两个交换就已经白棋便宜了。是的。他有转身的这种手段了，就不要去拘泥这个粘了。对。不纠结这个，他是走在这个漂亮。这个漂亮。上靠。是靠一个漂亮。这个棋你只吃这个小的都完全，我即使再往这边搬，我这么长都比那个大，这样都比那个大，都可以，这小均可，你如果搬这个呢，我有可能继续搬，继续来给你纠缠，使得你不知道是怎么吃我，你都比较为难，这样呢我就达到目的了，没错，每次要让对方纠结为难的时候，说明你的棋啊就下到好处了，下好了，对，他不知道怎么吃了，是从这面他都不知道了。退一个又不肯，这样呢就是白棋轻，你什么都可以弃，这个也可弃，是的，你吃我这个也可弃，嗯，这样呢就是说在你本身要成大空，自你的空里往这么搅和是最佳时机，没错，是的，我觉得造成这个时机呢，就是黑棋这个刺啊应该刺这面，不要去给他靠了连扳，那么现在走成这个靠一个，那么白棋走什么呢？黑棋顶过来，不，黑棋是尖的，好像我记得是。他先尖。尖一个。嗯。这个尖刚才说就不下不出手的，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靠断是不行的，争子。那么尖，这个时候尖，我认为被白棋这一扳恰到好处。搬过来是吧？搬过来。刚刚好。这个白棋漂亮，你如果吃不着这个一棋也不好吃。你就很被动。对。那对。所以黑棋尖的这个时机啊，也确实是一个很为难。好像刚才前面人家白棋飞的时候尖断也不太对，也不太舒服啊。那现在这个尖的时机还是不太对，是因为人家都可以不挡你的话，那说明这时机没掌握好。在这边顺手在这边搬，这个攻不着，这是主战场。所以说这个棋不能让他靠，
他可能纠结于你连扳我更不好办，所以是没有方向了，在这面尖，那使得白棋再一扳，这个棋呢只能往这个方向走了，他是顶一个，哎，挡一个，把这个吃掉，他因为吃不了你全面嘛。然后呢，白棋在这个漂亮的手段走一个，你总不至于让我这个再回来吧？这个我还能回来，这个回来还是先手，这还得顶过。对，然后必须割断这个。那么先手走完这个，我再来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吃国锦签了。你如果胆敢再来断的话，完全不行了。对，扛一个，我这一压，那么这一跳你基本上就没了。这三个子已经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你怎么折腾，你这个棋就败了。是的，哎，所以你这个尖就走了一个，不能这么下，不，尖这个时候当变成了恶手了，这个恶手了。通过这个交换呢，这几个交换之后，你再来这两个变成了一个大恶手。对，哎，所以这一代的作战，谁成功一目了然。是的，嗯。这个煎完了之后呢，本来是要断的，结果现在煎完了就变成断不掉了。断不掉了，所以那这个棋你的和你的初衷是有变，你说明你这个棋就不应该煎，哎，随便走什么都放着总是好的。嗯，这恶手，那个断不能成立。那么这个棋呢，应该说，白棋在这个地方的弃子破空是肯定是，很成功。嗯，对，是的。那么黑棋接下来也得找点回来，对，不能光让你成功了。那个便宜了，我再找这个。那么白棋便宜了，他就让一点，度过，当一个。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打入，是的，也是一个全盘的大场好点。因为你看，就这个中间他没十二了，这面都定型了，基本定型。那么只有那面，那面打入呢？如果你是这样。那么白棋要长回来是吧？哎，长就行。然后他接上吗？那么他就走回来就可以。那得顶住。就这样就可以。就这样吧。这样就白棋就，比较舒服。嗯。哎，他或者下一步跳一跳，哎，这面要尖，这个棋就是说白棋的全盘的，形势不错。啊。不错，是吧？这看起来，因为黑棋所有的这个。一开始张的这个模样啊，全部被压扁了。对。然后你看起来吃了这几个子，但是人家以后挡下来之后，你还有收气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这个角上的目数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是的。啊、这个棋，就是说围大控啊，不容易。嗯。哎，你如果你像这个白棋，它那么会打入的话，这围大控不太容易。嗯。一般的情况，高手就是我是觉得围中控是很难的，然后这样，那么就从这样不喜欢围中控，那么拖过，大家采用了一个这样的手段，接上，对，那么白棋顺势把这个冲断，挖了打吃，粘上，那么白棋粘上，嗯，这样呢，白棋转到上面，对，下面就是这一块棋有飘上来，嗯，有飘的感觉。现在就整盘棋的这厚薄啊，嗯，整个就转过来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黑棋这块棋很薄，而白棋呢，由于刚才这个地方黑棋尖了一下，这个恶手的交换，对，你断不掉它的话，这块棋就觉得已经很厚了。是，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白棋任何有薄弱的地方。那么，既然白棋厚了，那黑棋这块棋就会这薄弱之处啊，就会越来越明显。后半盘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是要浮在上面要赌啊，这个棋。贴回来，对，一个有冲断是吧？这个冲断，这个应该也、这个地方也有断，他就把这个补了，走后。那白棋呢是走在这里，对，跳跳一个，跳的也算，那否则被他靠三三啊，里面有棋。那么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呢，飞一个，那么和这个交换，这个交换一般舍不得，还想跑出来是吧？是。但现在为了这个安全，对，交换一个。感觉实际上是有点损。对，这个好像以后啊，在这个局部，白棋这个尖是不是有先手味道？不是尖，这个棋我觉得马上这就这个棋。哦，您这更狠。这个棋很严厉的。这个棋，因为它有了这个棋，马上靠一个。能挡住吗？挡这个棋。这样行吗？这个棋我觉得都有可能成立。哦。这个如果一旦成，你整个就崩了，崩溃。对。黑棋马上面临死活问题。对，刘老师这个单虎好，因为单虎了之后呢，对，黑棋这个如果要杀白棋，正好差一棋，这个棋就有可能成立。
它只能这样。如果这样，黑棋粘上，然后我再锦棋，是的，这个就是快一棋。没错，正好差一棋被杀了。那您这个成立就很厉害啊。那如果一这样，一下就把黑棋击溃，没错。但现在白棋形势好啊，可能还来不及用这是个招。但是他如果腾出手了，一旦腾出手，这招棋也是一个致命的一手一招棋。对，可以靠在这儿啊、哦。今天学了一招，刘老师。现在黑棋啊，如果你通常的在这边补一个，或者是在某一个位置，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啊、我想象他可能就在那边，他可能现在就我估计就这样，这样呢，黑棋就很难应对。这黑棋刚才我们摆这个挡不行，那他多半只能在底下应对。如果这样，他这样你就很难过了。哦，这就很难过了，我不知道痛不欲生，这样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痛苦坏了。那如果街上被一冲，冲一个这个棋已经不像样了，有点以后对。这个棋我还真的是觉得您都不会、啊、是不是这个爬也成立，整块棋要快死了吧，我看着黑棋确实像是要死棋了，有点苦。好像连这个都麻烦了。如果这样黑棋不太对、哎、对，确实。嗯，但如果说挡住也不太对，挡住被您打一下，所以说这招棋一下就杀手锏一下子就很麻烦啊。您这个他只要一动手下那个棋呢，他即使收收正常收收就不行了。对，这个棋是的。所以这个棋在这个时候呢，它黑棋呢断不行，它点对，哎，这个是让你粘上呢，当然粘上也可以，嗯，哎，但是这个棋黑白棋觉得有力量可以战斗，嗯，哎，没关系、这个地方呢你断你就断，我先跳出来。但是这个跳呢，我觉得是不是再综合一下，就是说这么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啊，跳在这儿就行了、啊，差不多吧。这样，我觉得你比如说你要踢了或者长或者扳，这样就可以了吧？嗯，是的。这样就可以了啊。或者你又长一长，这面就威胁，慢慢威胁。是的。只要分开就即可，它断了你再往前走。嗯。那么断一个，那么往前走，是不是这样会？更稳当一点，稳当一点吧。我觉得这样也可以考虑吧。嗯、是的，是吧？嗯，他走在这个地方，有点强。我觉得跟这面这他觉得他说你怎么还有功夫来威胁我，我还威胁你。对，这个有点年轻气盛啊。嗯，年轻气盛。本来他觉得那块黑棋呢，就普通补一个是比较分寸的下法、对对对，长。如果是。正常形式的话啊，对，他觉得你敢点到这儿，那我怎么也得惩罚你一下，我得大跳出来。我觉得这样比较温和一点，温和一点啊，这差不多。这样他有点狠。那么好，那就形成作战，黑棋断，给我们这就看点了啊。是的，走这个，那你再走这个就味道不对了。嗯、那所以呢，他就走在别的地方了、啊。他小尖一个，小尖在这里，他要瞄着你那个。对，他觉得你那块棋根本就没有。啊，是。那如果说嗯。刘老师，这棋黑棋能选择转换吗？不知道怎么转换。如果你吃这个吗？对，但我不知道吃在哪儿。对，这个也考验你。吃大的话，它有可能还那个。假如你放在这个地方，我放在这儿好像也没吃干净。但是这一块棋它有可能动手吃你。嗯。比如说往前再进一个，那有可能就活不了。这块黑棋差不多了。我怎么觉得这样也有可能危险？嗯、这看着好像黑棋这块比白棋这块大多。嗯，哎，那这块如果死了、那就比这块大，对，是吧？嗯，他就是基于这个呢，他就想让你先给我补活，嗯，他是先让看看你，然后黑棋虎了一个，虎一个，但是这个下法呢，有点年轻气盛，有点冒险，有点冒险，对，他走这个顶一个，那么他叫吃一个，对，嗯，黑棋尖了一个，那他多一个尖，贴回来，飞过来，这个呢就变数多了，嗯。你这块棋的问题，你马上就不如刚才那么稳当。是，我就刚才跳这个这样稳当一些。嗯，现在这个就显得有复杂变数就多一些。是，嗯，白棋现在提掉了。提掉，把这个提掉呢，本身是把它打通，有两个段。嗯嗯，本身也这个目数大。对，那我觉得白棋提这个的时候，可能已经胸有成竹了。嗯，因为我们之前当然是已经看过棋谱，知道它底下会有什么下法，
可能大家不知道呢，觉得这怎么跑这儿提一个，先把自己连回来，不着急靠断人家哈。啊，因为这地方很明显，接下来白棋是有靠断，这一靠白棋黑棋这块棋已经进去了都。嗯。那么黑棋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因为他现在如果说补中间呢，显然是这有一个破绽。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看见。啊。他如果说看见了的话，他肯定是应该先把那个破绽给补掉的，但是他现在都没功夫，他先把这个捡回来了。补回来了啊！补回来之后呢，就棋局很明朗了。人家一打吃，哎，他是先打吃这个啊，他先打吃这个，打吃这个，然后再打吃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黑棋也没法杀了，已经。这个我想啊，白棋的理由啊，他一直这么，对，横冲直撞，直接就要他的棘索。他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招，对，有个后门在这儿，他有一个后面这个大吃连扳，这个呢，其就是说，你如果走这个，他接上，粘上，用这个打，他能够反叫吃，因为有这两个交换，使得你没办法，对，你这个棋呢，你不管是走哪个啊，走哪个，他这个棋就把你滚死了，就本身就这个就死掉了，啊。提到这一团打，对，这个就本身就死掉了。他把棋筋吃通，他有这个后门，这一下就是黑棋比较难办。那么黑棋刚才尖这个之前，我是想刘老师他可不可以考虑先补掉呢？对，这个棋是一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补的时候呢，这需要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这样补？对，这好棋。比如说这个，我赞成这个棋应该走这个，啊，应该走这儿。哎，这个这至少还有点混沌不清。这个棋走了就比较，那就变数很大。对啊。哎，我首先我下一步这个挤你很难过，是的。是的而这还有连，等等。本身呢又把这个我自身的这个弱点补了。我因为有一个这个棋本身呢就不同了，你再这么走呢，都没关系。这再一打吃，对，接上，对，这都可以，哎，就跟着走就行了，哎，对，你再吃我就跑，再长就行了，没关系。这个三鸽子，因为有了它，所以呢，这三鸽子再来反击，黑棋就能把它抓住。是的，哎，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招棋，所以这个尖一个，就变数很大了，哎，他在这个关键时候没有走成这个。他是没看见吗？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觉得哎，这个有点费解。他就补在这儿，他补在这儿，这个必然这就，白棋这一动杀手锏，这个棋局一定。如果放在这个地方，棋局难说。是的，是的。哎，这也是他的机会。至少还看不清楚，对，好像有点。这个就让这个黑棋就比较难办了。没错。哎，你这个不能叫吃完又反叫，如果单走也不行，被包掉。对。包吃了，这怎么下都不行，这三个椅子已经掉在里面了。对，这个、走这边现在也来不及了，走这个的话，人家就长过来吧。对，长过来就这些了、这样也是，他也很麻烦。这样，好像看起来也不太行。不太行啊。黑棋是气不太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计算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入读秒了。对。所以呢，黑棋先搬了一个，我不知道他是打将还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啊，是这个地方他正在计算，也可能读秒了。他是在侯一个呢，还是跳一个呢？这个的确很复杂。哎，如果你走这个，他也许担心你这个，是吧？哎，担心这个。那这个现在气也不够了。哎，气不够，也可能是这样。你要不要卖这个？哎，他就担心这个，也许他考虑这个，这个是特别复杂。哦。这个特别复杂，大概是这样。长一个。长一个。至于他冲一个走这个，他可能拐一个，拐下来，拐这个，对。哦，那就要杀气了。这个相当复杂。然后白棋又考虑要冲的问题。白棋，如果你是冲这个，冲这个，冲这个是吧？因为他不冲，被他一粘，好像没什么气。哎，对，他大概吃这个。接上吗？对，他把这个打一个。接上。对，虎一个。虎一个相当复杂。先或者是不是单走吗？点一个吧。单点是吧？点这个。点在这。哎，走这个。哦，可能是这一个，那就看不清了。哎，对对对对，这个相当复杂，对，这个就，对，你必然是这个团数。对，哎，如果这个棋挡在这儿，那么这个棋是白棋快一气，白棋已经快一气了，这样是快一气，是的，铺了的快一气，是的，是吧？
哎，但是呢，你也包不准他什么给你拼在这里，这个就是变数很大，复杂，特别复杂。这个地方有很多复杂的变化，还有很多。那么他走在那儿呢，他赶快把它结束了。对，白棋看得很清楚，他觉得那个地方你不是要我命的，但是这里呢，至少还是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哎，我就把它彻底的给你去掉。把那这个太关键了，因为棋筋这个是不得了的重要。这棋筋一吃呢，我全部通掉，然后呢，你是只是瞄着你的问题了。我那边只要能活，就无所谓。黑棋一打吃，白棋就自己做活就行了。自己做活，活的。对，因为你要是走在别的地方，我这个叫吃，哎，对对对，上面叫吃，还能够给你打劫，不怕。没错。所以呢，你这个棋，黑棋补这个，对，为了防这个，然后他叫吃，因为他棋能通过，提掉，然后他这一挡呢，这就两个眼了，一个眼，两个眼，对，哎，这还能收点气，这个活了，你只是把这个打通呢，他还算了，你这个冲呢和我这个尖呢就是一个剑合，就是说我们两头都能走着，那面也不伤。他这样呢，你只是把我打通一点空关空而已，哎，没吃掉我的子我把它吃掉，这个是主要的。嗯，这么一算呢，这个时控还是白棋好。那肯定啊，这白棋这儿的目数已经得了将近20目了，20目差不多。那黑棋呢，得了半走了半天，这中间一块还是孤棋，简直是这损失太惨重。而且白棋挡住这个之后啊，这脚上好像还是有问题，这一挡是怎么回事呢？有点关子，他挖掉有个关子，就还是关子，有点关子，但是也就和大局没关，就是说。现在整个就是说，白棋只要不出大毛病，空多，对，是的，是吧？那么现在他，黑棋最后的挣扎，好，我们看，黑棋尝一个，他是这样，只要能够连回即可。对，我就要吃这个呢。如果你皮我粘，那就可以。现在他又提掉，粘上，对。白棋跳一先顶了一下，我觉得都不用顶，直接跳也可以。为什么要交换呢？活的好像太多了，实在是这一点，那就拼命的吃了。这个棋呢，现在本来我说是不是谁吃谁的问题，这个没有，我觉得是吃不掉。你看这一家都演多了，这有点儿来拼命了，这是。他搬一个，然后白棋一贴，对，黑棋一长，接上，一小尖，跳。跳这个，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只黑的十月终于是中盘认负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范廷钰就夺得了衢州烂柯杯的冠军，50万的奖金就到手了，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头衔。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